哇塞，又是一大惊喜啊。哇塞，太厉害了。咱把这首歌听完啊。没有麦克风啊，这是全靠自己。这个再要支持一下，这个真的要支持一下啊！这个太好唱了，莎拉布莱曼，嗯，这个在国家博物馆的这个走廊这里，啊，全靠自己的喉咙啊发声，没有任何的那个话筒和音箱，啊。小哥身上唯一的一个5块钱啊，我刚给了2块钱硬币，这里有5块钱啊，支持一下啊。太棒了啊 ！Bravo Bravo！ 咱们换个角度啊，唱太好了啊！哇塞！你看这边的走廊，非常好的回忆。Amazing, amazing. Wow. 哈哈 ，Amazing， 太棒了啊！还有自己的 CD， 这边的这个很多街头艺人都是要有证啊才能出来表演啊，所以整体还是比较优雅的啊。你看这边小孩啊，开心坏了这。咱们再听一首，嗯。就这么清唱啊，太厉害了，啊。再听一会儿，啊。是他的 CD。鸡皮疙瘩都起来了。